啊？不哭啊？还是你哭啊？谁讲的？是我。爸爸摔败败也是一种哭啊。哭啊？你哭啊？哭啊？还哭啊？爸爸，爸爸在教班。哭哭啊！还是你哭啊？谁讲的？哭。爸爸摔败败也是一种哭。哭。哭啊！做好了 ，OK， 转。我是谁？妈咪，你刚刚叫我阿姨耶。快点啦，那是谁？那是谁？小 Q 宝，那是谁？那是谁？那是谁？是姨姨吗？是姨姨吗？快点啦！那是谁？那是谁？小 Q 宝，那是谁？什么声音？啊，那是谁？说要带你出门，你跟我哼说我没有要带你出去啦，你可以自己在家照顾自己啊。我怎么照顾自己？你没办法吗？我怎么照顾自己？你几岁了？我才四岁。四岁没办法照顾自己吗？一个人在家里的，我怎么一个人自己在家？我知道你没办法啊，但是你为什么要问我？你还要问我可不可以？好啦好啦好啦，那我跟你道歉吧。你刚刚跟我我说要带你出门，你跟我说我没有带你出去啦，你可以自己在家照顾自己啊。我怎么照顾自己？你没办法吗？我怎么照顾自己？你几岁了？我才四岁。四岁没办法照顾自己吗？一个人在家里。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啊，不然你试试看啦、啊。我先出门了。我们都出门吗？好。好自己照顾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你行吗？自己试看啊。我自己可以啊。你试看啊。但是你可以吗？我先看，可不可以啊？我可以。好啊。我也要啊，我也要去啊。不行。好，那妈妈我们出门，她不要去。不要。我不是，是因为你恨我，我才没有要带你出门的。我知道你没办法啊，但是你为什么要恨我？你还要问我可不可以？你知道我怎么你还要问我？你
真的没办法吗？我以为你长大了你可以啊。啊，我怎么一个人去参加？好啦好啦好啦，那我跟你道歉吧。我不要讲了。好，不要讲了。你手机忘跟了。这是我的手机耶。你手机忘跟了。好，那我跟你道歉可以吗？我不想原谅。你原谅我了，拜托啦。不要，你已经做很多次了。好，那你不用自己在家，我们一起出门好不好？你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吗？不行这样。不可以乱掀别人的衣服。对，你要这样。手比出来。对，手比出来。不行，不行。好，那等等我问你哦。今天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跟你说，你看，你可以给我看你的屁股吗？很漂亮的姐姐哦，你可以给我看你的屁股吗？可以吗？啊？可以吗？可以随便给人家看屁股吗 ？No no， 对 no no， 就算她很漂亮也不行啊。不行，跟你说不行。手提出来。你再来，我就叫警察把你抓走。你想害爸爸被警察抓走？你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啊。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行这样。你说我们不可以乱掀别人的衣服。对，你要这样。手比出来。手比出来。不行，不行。好，那等等我问你哦。今天有一个很漂亮的姐姐跟你说，景腾，你可以给我看你的屁股吗？很漂亮的姐姐哦，你可以给我看你的屁股吗？可以吗？啊？可以吗？可以随便给人家看屁股吗？No no， 对 no no， 就算她很漂亮也不行啊。不行，跟你说不行。手提出来。你再来，我就叫警察把你抓走。姐姐，我来加油哦。你手都提出来，不行。就不可以这样子乱用人家，不可以乱摸人家的身体，对不对？那你摸一下爸爸，你想害爸爸被警察抓走，是吗？好。